无罪福啊，哦，无神意，哦，一进入啊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里哦，哦里面呢，它没有罪福，没有罪，也没有福，哦，没有神，也没有意，就是啊，已经进入到真正的平等啊，哎，所以我们在凡尘哦，啊，这个六祖就讲说，见性是功啊，平等是德，有没有？啊，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啊，所以不平等。啊，不平等呢，我们德性啊都建立不起来。哦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说，哦，从哦那个本体来讲，从佛性的本体来讲，都是平等。哎，大家都是平等，没有哦那个分别的。啊，只要我们进入啊，都是平等。哦，没有罪福，没有神意，